認識我哋喺香港大專籃球界嘅各個嘅朋友，各個參賽者以外，亦都最希望就係咧得到關注。係咪應該俾多啲聲氣咧？
等佢先入咗之後先啦。一個三分一線射，好，目前得兩球三分多咗，黃國耀，黃國耀，好，換咗 step 呃曬啊，係咁，好聰明嘅打法啦，將對面，好清楚睇到咧，就係多啲外線嘅空位都真係比較多。
有機會啦。好，一個突破，不理身邊嘅三分大針上之話，成功，不斷攞緊廿一分嘅領先優勢啦。好，哇，好啦，再嚟個月。所以希望大家睇完波之後冇咁快走啊，可以嘅留，因為有梁少華一對一對傳約案。安打動作飛嘅飛，翻咗眼之後會立即咧係舉行我哋 Invite Invitation 同埋空鬥陣嘅頒獎典禮。屆時我哋除咗會頒發兩場嘅技巧挑戰賽同埋三分球大賽嘅冠軍之外，亦都會頒發我哋今屆賽事邀請賽嘅個個。我亦都會宣布我哋來自十一間院校每一隊嘅最佳球員，尤其是 Poly U 今日嘅外援實在太厲害啦，先有胡俊豪跟住，俾多啲嘅掌聲，我哋嘅兩支球隊。場波贏完之後咧，大家就可以係嘛，多有句。